清景隆重高山顶的跨年，已经是南投关心年头旧年尾固定的重头戏。今年游园嘛是大家袂当错过的跨年精彩盛会。如果无想要去较冷的关山顶跨年，伫日月潭嘛有一场充满浪漫气氛的音乐跨年晚会，会当予你选择。跨年晚会以后，接下来当然是要迎接民国101年的第一个日出。今年虽然南投县并无安排迎日出的活动，不过民众也是会当家己安排。伫遮推荐上大众化、上近的迎日出地点，第一选择当然是视野景观上好的毛兰山地界场。不过，日月潭日出比较较慢，因为地理位置关系，预估透早7点左右，日头早会由水下大山山后出现。日出时间是6:40，那因为我们在山区哦，受到高山阻挡的影响，我们要看到太阳冒出头的时间大概是在7点左右。哦，它的方位是在我们的东方水色大山。日月潭迎日出时间不是全台湾上早，也不是全台湾上晚，不过它的重点是强调幸福。东海岸最早看到日出啊，也有最高的地方看日出啊，在阿里山啊，那日月潭是最幸福的日出。马兰山其实最好观日出的所在，在山顶的气象站，只不过受到交通管制限制，需要走1点钟路才会到山顶。如果想要较轻松、较方便一寡，这两年来相当受欢迎的金龙山是另外一个上好的选择。伊的山峦吼，层次感非常的这个明显，尤其是四季随着气候、随着四季的不同吼，啊，伊所呈现的云海、所呈现的整个的这个景观都完全不一样。迎接新年第一个日出，未少民众已经等袂赴啊。不过日月潭气象站提醒大家，拜四开始又阁有一波寒流，拄好伫跨年甲元旦迄几天威力上强。预估中部地区气温上低将降到11度左右，准备跨年迎接日出的民众，唔通袂记加穿一挂衫，则袂去寒着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